景气复苏，动漫展也创下了11年来单日入场人数最高的纪录。昨天有11万人排队进场，预计今天会再创新高。因为一大早我们记者去看，大门口已经是大排长龙，许多动漫迷更是冲着一折商品前来抢购。来，请在这排队，排成一排就好，谢谢。世贸展馆内外万头钻动，一年一度的漫博会虽然只租下1/3的展场，但是排队人潮却已经挤满整个会场。时间一到，大家不顾形象往内冲，但没想到到了漫画摊位还是得排队，就连结账也是排排排。每个地方啊，就是你到的时候，因为人太多，还要排出去；就进来的时候，还要出去排进来。很高兴啊，因为这里排了很久，我去年来都没有办法排进来。到底大家是在排什么？原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像这件最新漫画 3D 版画，单价高达2990元，却在5分钟内清空。而漫画家的限量签名也是排队的重点，还有这些限量商品下杀最低一折，只有来得早的人才抢得到。很多啊，就是都是动漫周边，划算值得啊。就是很喜欢嘛。我赚到了！今年是大概承揽到1-2成左右吧。业绩红彤彤，原来这次漫博会创下一天涌进11万人的新纪录，厂商寄出超低折扣，漫画迷也疯狂排队抢购，看来台湾的宅经济真的不容小觑。民视新闻萧宪文、吴培嘉台北报道。